有请电力十足篮球学长孟伦。他听不见，所以我给他写了一句话：勇敢面对生活，加油。Sometimes I lay under the moon. I thank God I'm breathing, and I pray don't take me soon. 天空飞侠集结完毕，站在我身后的都是我的英雄们，对他们很努力的训练，就为了今天能给你们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一场美妙的比赛。希望你们支持他们，谢谢你们。电光飞侠队用一个欢唱连连的胜利回馈了主场球迷的热情。这次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收获是出乎我的意料的。我能认识这么多好兄弟，我能跟豪哥学，我能知道龙哥是多么好的一个人，我觉得我很值得。很棒，很哇塞的经历，真的，然后很高兴能认识两个领队，然后也很高兴认识大家，真的真的很棒。所有红骑士对手，还有我的队伍，所有人都是胜利者，所有人都最棒的，让大家就是众志成城吧。然后我觉得赢也爱你，输也爱你，然后不拼的话就不爱你。我也没有太多的去安慰，考局也不需要安慰，篮球就是这样吧，就有输有赢。但我觉得最珍贵的是他能知道自己的这一场的不足在哪，他能自己总结下来就 OK 了。我觉得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不希望一次的失败或淘汰会对他们造成影响，不希望他们能越来越好。恭喜电光飞侠成为了2019年度我要打篮球的总冠军。我觉得可能奇迹无处不在吧，只要你不放弃，可能就会有奇迹。来，一二三，天王飞侠总冠军，加油！